腰头，你看它是有抽绳的，有英文字抽绳，然后腰头是做到松紧，有没有？大腿这里裤管跟裤脚都是做到全弹，所以弹力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非常的好穿。然后前面的部分呢，它是正常口袋，这里有一个造型口袋之外呢，这边还有一个车缝线，有看到它的这里的车缝线就是会往前车。当你往前车的时候，其实这一个的动作它虽然小小的，可是却可以把你大腿的有没有比较那个密大腿的部分，这边因为这一条线也会比较修饰，它的颜色刷色非常的美。好，比较偏浅一点点，可是它的浅不是水洗的那种，就洗这边摆的那种，不一样。好，然后再来看一下后面呢，有没有腰头一样就是松紧嘛，全弹的部分，然后口袋后面有口袋，真心好穿，它完全没有破，也不会太低腰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完全不会低腰，这个也是妈妈婆婆也会很喜欢，还有 Kiki 很喜欢的裤型。来讲尺寸呢，尺寸的部分照正常尺寸购买，我们的尺寸有 S、M、L、XL 以及 2L， 特别 XL 以及 2L 的一定喜欢的裤型，真的是要加二加三囤货囤起来。这件是面料是超弹，对，所以这一件真的推荐给大家，这个可以赶快现在先买起来，真心好穿。然后如果你是因为那个考量到身高的话，那个我苹果牌他们家近年的那个牛仔裤啊，裤长都有帮你们把关再把关，对，所以裤长都会够。